帮公鸡不好，我们过去说。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吗？没。你也没行动表示，也没看你激动。我把我关了。你不至于吓成这样吧？我在想结婚申请的事儿，后面要怎么办？我有回家，明天得去一趟医院确诊一下，好像是前三个月的老朋友。我得看看每天可以开照会的，但这边不能回。既然你只有上来一个人，不是太放心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你的心了。